我们的货物呢，在运送到欧洲之后呢，将面向欧洲的广大消费者进行了销售。这些货源呢，在运送到欧洲之后呢，将面向欧洲的广大消费者进行了销售。那这趟班列的开行呢，也是进一步巩固了我们西安港，一个非常好的全国的开放枢纽的一个地位。